小小鱼佐武公拍一张比基尼辣照，深夜却上传一张一次低头撕过照片，反射自小小鱼脸书。记者林南古台北报道，你哥是三栖女星小小鱼张馨予，去年11月9日甜蜜结婚，在众人祝福下跻身人妻，本月底更跑到南韩首尔度假，因为23日是她32岁生日，秒成被老公捧在手心上的最幸福女人。没想到新婚不过半年光景，小小却因传感情变调，昨晚惊爆遭老公处罚面壁思过。据了解，小小鱼面壁思过照片曝光，起因他昨午接近三点左右公开一张令人血脉翻张的超级辣照，照片中小小鱼身穿超热火比基尼，双峰巨乳呼之欲出，随即引爆大批死忠粉丝疯狂不已，小小鱼瞬间再成话题。一张比基尼辣照让小小鱼昨天再成焦点，翻射自小小鱼脸书，昨午的一张辣照让小小鱼铁粉们 HITH 翻天，不论却有个人不太开心，外界猜测铁定是她老公。昨晚深夜小小鱼果然在脸书公开一张面壁思过照片，一度让人以为她遭老公处罚，其实铁粉别太紧张，小小鱼的老公疼她都来不及，怎么可能逼她面壁思过。照片是小小鱼在生日当天忘记许愿，所以选材在昨晚不许愿了。